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Poppy Lady 的雨珊。我是 Poppy Lady 的红丝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大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Poppy Lady 的庭轩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Poppy Lady 的宝儿。我们在 FHMTV 是有史以来最大的尺度。我是阳光宅女，而且我比较乐观。进这行开始，我的目标就是演戏。未来的话，我想要接戏剧。我是主唱，好热气氛的人。有上网找了很多图片，然后在家练习。就是希望越来越多人可以知道我们，然后喜欢我们这样子。对，然后也希望可以再有更多的新作品可以跟大家分享。